流浪狗，应该是流浪狗。卡了哥，卡了吗？家人们？啊？卡了吗？要你死！我操！要我死！我感觉这养老院呢都大同小异啊，兄弟们，虚伪有点古老的养老院啊、哦、都大同小异，都差不多。他那养老院都是研究好的吗？这是给谁给他偷东西了啊？谁呀、啊？操你妈！谁？啊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谁？你去你妈的呀！操你妈！谁？疯寡的，疯寡的。疯寡的老弟们，我操他妈的，我也准备说好不吗？疯寡的老弟们，我也准备说好不吗？刚进来，欢迎新世界，刚进来铁哥们。先走。那个，是人是鬼都给他妈给我躲一躲，听着没？虽说我今天是一个人啊，你要给我整急眼了，明天我带十个。哎呦我操！这狗叫太邪乎了。操，有他妈流浪汉在这住啊，看着没？兄弟们，回家了没回家？有流浪汉在这住过，家人们看着没？后背呢？欢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！欢迎你们！哎呦我操！人体模特，哎呀，瘆得慌了。哎，谁过去了？哎呦我操你妈！刚才谁过去了？谁呀？谁？前面谁跟前面呢？我小贺，谁跟前面呢？哎呦我操你妈！谁呀？哎呦我操！谁呀？他也不一定是鬼，哦，还兴许是他们流浪汉，老弟们，因为这地方荒废时间太长了，哦，兴许是流浪汉。谁呀？操你妈！我啊，快有妹妹啊！都躲一躲啊！
把我怼了。这狗叫最起码招人烦了。操你妈，一会儿嗓子给你进去喊哑了，一会儿别叫唤了。谢谢我嫂子啊，是我嫂子还是我哥呀？啊，感谢我嫂子支持，这还是我哥。我操你妈！感谢小杨，杨小杨美女啊，谢谢。这狗叫太招人烦了。疯了，这狗疯了，操你别了别了，说那只哈士奇不知道啊，谁没人住啊，这地方啊，这方圆好几十公里啊都没人住，老铁们，流浪狗应该是流浪狗了，对吧？你看这地方哪有人住啊？我操！欢迎网友少，欢迎自备组的朋友们，白雪儿啊，这里面着过火，上过吊，死老人了，这里面。老他妈邪乎了，看着没？这都着火烧的。狗叫不是有东西吗？对，狗叫不好，老铁们，狗叫不好。看这里，老铁们，看这里，兄弟们，吓人不？操你妈！我操你！操你妈的！啊，是吗？不靠啊，听着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？谁？欢迎乐乐啊！
哎，你看，看那个洞里头，姐妹。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末日了，兄弟们！哟，我操！操你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你妈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你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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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去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去你妈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！来了！我操！走！我操！从里面钻出来的，从里面钻出来的家人们，从里面钻出来的，我说给哪儿的，给哪儿的，从里面钻出来的，我操，你过来了，啊，追过来的兄弟们，我操你！哎呦，操你妈！还追过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操你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兄弟们，我操！昨天我装老衣服，兄弟们，啊！哎呦我操！不怕光了尸体呀！我操！尸体！我操！操你妈的！不怕光了你吗？给哪出来的？啊？出来！洞里面出来的。走，老铁们，咱不怕他。我操他妈的！越怕他啊，老铁们他越欺负你。咱不怕他，真的啊，家人们，我上洞里面看咋回事。我下去，铁的毛。老铁们肯定不同意，但是今天兄弟们啊，我今天我就下去啊，我看看洞里咋回事，老铁们。
行不行，铁铁们，行的扣个一了，家人们。我今天我就爬下去啊，我还洞里面咋回事？操我他妈！玩就得玩点不一样的，兄弟们。啊、哦，铁子们，同意的扣个一来，兄弟们。啊，玩就得玩点不一样的，兄弟们。走，咱过去来。感谢我妹妹，我妹妹啊、哦，谢我妹妹。感谢我英文的支持。出烟区，好，铁子，放心吧，家人们，走。啊，操你！啊啊，老铁们啊、哦，应该是啊、哦，被某些东西给附身了。啊，铁子们，我感觉像啊、哦，兄弟们，啊，肯定被某些东西给附身了。铁子们，对不对？燕文他怎么不怕光呢，老铁们？是不是兄弟们？一点都不怕光啊，家人们！我操他妈的！走，走，出烟区没事儿，有五百年道行了，我有1000年了，我比他牛逼！操你妈！我进去啊，老铁们，咱不怕了。感谢，不怕他。哎呦！老铁们，就这屋，老铁们，就这屋啊，兄弟们。谁呀、啊？谁？谁呀、啊？应该是外来的，兄弟们，应该是外来的。我头一次遇到这样事的，兄弟不怕光的啊、哦！真的，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头一次遇见？我头一次遇见不怕光的，兄弟们。感谢啊，美美，谢我家美美啊！操，啊，没事啊，老铁们都别怕啊，全是幻觉。啊，老铁们，应该被某些东西附身了。啊，开最强光，现在已经是最强光了。啊，只能这样式是最强光。从里面钻出来的，老铁们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行，听着。动静，老铁们，有动静，下去。哦，铁子们，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信号，老铁们，我下去，啥也不用说了，铁子们。哦，要认为你是够狠的，老铁们，你们说句话，扣个666，铁子们。啊、哦，兄弟们，我这么多大哥大姐们都看着，还有很多好朋友都看着，兄弟们，认为喝的够狠的，老铁们，你就在屏幕上给我扣个666，家人们啊、哦，我看看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，兄弟们啊。哦，我看看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，铁子们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，一探究竟啊、哦！什么叫探险主播，老铁们啊、哦？一探究竟。
兄弟们啊，一探究竟，听着。看仙儿公子啊，这就是我的性格，家人们。冒烟的啊，谁？我操你妈咋屁股了，我操。停了，我操，操你妈，下去，老弟们，喝点下去啊，兄弟们，喝出来了。上不来怎么办？记住啊，樱桃妹妹，铁子们别下去。但凡我要是上不来的话，铁子们，我就会打110报警。真的，铁子们啊，但是我希望直播间好朋友们有认识我的啊，还有我家，就是说兄弟姐妹们啊，你们一个劲儿给我弹视频就完事了啊，别被迷了。但是今天这个地方我必须下去了，铁们。别的了，啥东西别去了，没事，孩子在哭，我不知道孩子还什么玩意儿了，反正是有哭声，兄弟们，欢迎称呼大哥。被吓贼埋的了，没事，家人们。挑战所有的不可能，家人们，挑战所有的不可能，老弟们，不听劝，妹妹你放心吧，啊，啥事没有，啊，放心，我知道你惦记我，看着没，还冒烟呢。我操，啊，还冒烟呢，我下去啊，老弟们，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啊，兄弟们。上不来气儿了，兄弟们，上去，去你妈呀！我操，谁？等会儿啊，老弟们，等会儿啊，
我去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行吗，兄弟们？他在底下呢，兄弟们，他在底下呢！我操你妈！我找点东西啊，兄弟们，我找点东西打他一下子。谢谢我姐的银河之恋，感谢我姐的支持，感谢我家姐姐。好，给我速速离去！我不管你什么玩意儿了啊，给我速速离去啊！还冒烟呢，兄弟们啊，还冒烟呢。等会儿啊，看看烟能小点不？应该里面是沼气啊，老铁们，里面应该是沼气，老铁们。操你妈，这狗叫的！出来啊！没事，铁子们啊，全是幻觉啊，全是幻。谁？操你妈！谁？谁？哎。没事，别怕他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呦，我操啊！哎呦我操啊，兄弟们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呀！我操你妈！哎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来，得给我看看来，兄弟们，得给我看看老铁们啊！不怕的兄弟们啊，全是幻觉，啊，全是幻觉，兄弟们！我操你妈的！啊！我操你妈！哎，我操你妈！哎，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啊！哎，我操你妈！去你妈的！哎，我操！哎我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操，冒汗了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出来个脑袋，兄弟们！出来个脑袋飞出来了，兄弟们！模特，出来个脑袋飞出来了，家人们！我操！别怕，家人们！啊！别怕，老铁们，全是幻觉！我操，这太吓人了，铁子们！啊，我现在我应该找点啥东西给他放一把火，老铁们！啊，震慑他一下子，是不是铁子？没有脸啊，没有脸！我应该找点啥东西啊，放把火，兄弟们！找点柴火给他烧了，是不？啊，等会儿啊，铁子们，你真的啊，为了咱直播的牛逼性啊，兄弟们，你真的。老铁们，你们还害怕点都无所谓，兄弟们啊，因为你隔屏幕，我把手机放里边，兄弟们，然后我找点柴火，啊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我找点柴火，然后你们先给里面看着，看它会发生啥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这招，我操！我操，这手电咋一闪一闪的呢？啊！
才那小红的不知道我哥呀。啊，看这什么玩意儿一闪一闪的。铁铁们，帮哥围龙牙公屏，家人们啊，哥姐姐们，小礼物支持一下，帮兄弟围龙牙公屏。哥姐姐们，我找点财物啊，老铁们，我找点财物。墙上那个歪腰的，墙上那个歪腰的给哪儿了呀？给哪儿？那墙上那个歪腰的呀？啊，你把截图给我发过来，在哪儿呢？墙上那个歪腰的呀？我找点财物，我震慑他一下子啊、哦！铁人们，哎呀，啊、哦，兄弟们，我就把手机放这儿啊、哦，我就把手机放这儿，老铁们啊，我就把手机放这儿，兄弟们啊、哦，照着这个动手行不行，兄弟们？照这个动手啊，咱一动不动，老铁们啊，看他会究竟发生啥，兄弟们。然后我找点柴火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喜欢的客咱支持一下，完兄弟姐妹帮客的感谢一下啊。我找点柴火，好的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看见了吗，老铁们？这回呢？这回呢，兄弟们，行不行？啊，我出去找点柴火啊，老铁们，你们帮我录屏啊。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啊！没有财物了。
够用了。啊？老铁们够用了，兄弟们。人头给哪呢？我喝着，我是喝着，兄弟们，我是你喝的人，兄弟们，我老铁们，我啊，我操！我是喝着。一个头，我截图了，给我发过来，家人们，给我发过来，家人们，我先干了他啊！铁子们，不管他是啥啊，铁们，不管他是啥，铁子们，我先给他干了啊！给哥们懵逼了，是我捡柴火来的，兄弟们，铁子们啊，不管他是啥，我先给他干了，然后我这把手机放这儿，兄弟们。跑了已经，是吗？没事，铁子们啊，全是幻觉，因为这里面毕竟死了很多的人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横死的鬼也比较多。感谢我直播间的这么多好朋友们啊，对客直播间的照顾支持啊，铁子们，没有加团的帮我加团，你把那个截图发到咱团里，咱家老铁们啊，刚才鬼看直播了是不是？我真不知道啊，来，感谢送来的666啊，谢谢支持啊。谢谢我川儿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喜欢你老客的老铁们，小礼物咱支持一下，好朋友们。啊，这么多财物应该够用了吧？不可能啊，老铁，我刚才我一直在外面捡财物了。啊？不可能啊，这啥也没有啊！我操，这么牛逼吗，兄弟们？在屋呢，给哪儿呢？在屋呢。在屋呢。我操，很快走过去了。窗户有个红指甲，别怕。啊，老铁们别怕，全是幻觉。啊，全是幻觉，家人们。来。我他妈直接给他练了，我不管他是啥，老铁们啊，直接给他练了，对不对，铁人们？操你妈的，干就完了。够用吗？家人们够用吗？兄弟们，这一瞅啊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够了，干着他，兄弟们，啊，把他往下怼一怼，给他干着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。谁？点不着啊，兄弟们！啊，操啊！点不着啊，老铁们！完了，这回怎么装逼，老铁们？
你妈烧死他！兄弟们，烧死他！兄弟们，啊，都别怕，兄弟们啊！啊，老铁们都别怕，兄弟们啊！为民除害啊！门口给哪呢？怎的了？我操，烧哭了，烧哭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！别跪，我知道。不过去啊，兄弟们，不过去啊！还不是孩子啊，不是跟那不是一个，跟那不是一个，兄弟们啊！肯定有孩子。我操！老铁们，如果里面要是有孩子英灵的话，兄弟们，咱不他妈做损的吗？家人们是不是啊？我操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啊，兄弟们，那可不行啊。尿尿尿尿啊，不行，不够啊。妈呀，这怎么越小越大呢，兄弟们，不够啊。我操，不够啊。完了。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呼下来，兄弟们。我操。我操。我还以为里面有气体，兄弟们！啊！我操！原来没事儿，看这古董一下子啊，像爆炸了似的，家人们！你确定尿的不是汽油？看这古董一下子！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！这屋里面，我操，太狠了！哦，铁铁们，太狠了！我不管里面是啥啊，你给我躲一躲啊！我是真狠，我他妈不是假狠啊！欢迎我京城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真狠，我不是假狠，听着没？不是跟着给他闹着玩的啊！你别得罪我，听着没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灭了，灭了，兄弟，灭了！我操！啊！我操！孩子，是小孩吗？在这屋呢，应该是。老铁们，应该在这屋呢，兄弟们。哎，前面，前面，兄弟们，前面。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兽医是吗？穿的是兽医不，兄弟们？实体啊，老铁们，我头回遇着不怕光的，兄弟们啊！穿的装老鞋，穿的黑色的带龙的衣服，身上带龙的，兄弟们，完了，没事，三哥，咋的了，三哥？我操！把啥玩意儿给整出来了？啊！小心点儿，导航不显。我操！这个厉害是吧？
别怕，两千一百老铁们，欢迎你们啊！来的都是我的朋友，兄弟们。啊，真的啊，兄弟们，我喝着别的啥也不说了。啊，咱不想往第一啊，咱就是一个户外探险的兄弟们啊，就是一个户外探险的老铁们。真的啊，咱往那边看看去。然后一会儿我把手机放在这儿啊，我出去。行吧，老铁们。对，咱能支持就支持一下家人们。好，感谢从头再来，哥哥姐姐们、兄弟姐妹们啊，喜欢老哥咱支持一下，家人们。我看什么玩意儿了？哎呦我操你妈，这味儿！西瓜樱桃妹妹啊，味儿老大了，饿骚啊！啊，饿骚饿骚的兄弟们，啊！在哪面呢，我兄弟们？哎呦我操！这都是啥呀？这呀？这都是啥呀？感谢我志强哥。快回那屋，老铁们，我玩支架，老铁们，行不行？铁子们，行的话扣个一，好朋友们，啊、哦，咱们支架，咱把手机放那儿，然后我出去，看看究竟会发生啥，老铁们，是不是兄弟们？你们都非常喜欢看支架，感谢送来的蝴蝶，谢谢支持，啊，感谢啊，烟花易冷，谢谢铁的支持啊，家人们没有加晒团的铁子们。帮兄弟加个支架，老铁们。哦，咱们支架就完事了，兄弟们。偶尔的咱玩玩支架。日榜第五，老铁们。啊、哦，欢迎视频所到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啊、哦！啊，感谢送来的么么哒，谢谢我樱桃妹妹的支持。啊、哦，感谢我老妹儿。今天晚上能不能拿下户外第三名，老铁们全靠直播间这些哥哥姐姐啊，和这些说一下，兄弟姐妹们，我操，看起晚了，必须的，咱这么多好朋友们，咱就要一嘴，今天啊，我就要一嘴得，能上来就上来了，上不来了也没有招，大家都尽力了，好朋友们啊，咱喜欢你贺的啊，家人们，咱帮贺支持一波，好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哎，争取拿个榜，谢谢家人的支持啊！铁铁们就要这一嘴，老铁们，咱们有小礼物的，咱帮贺的支持一下家人们，啊，一起上一上，兄弟们啊，帮贺的拿个榜，家人们，咱们谁带个头，兄弟们，大伙支持一下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啊，谢谢啊，一起帮贺拿个榜，老铁们，感谢啊，谢谢樱桃妹妹，欢迎我生福大哥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啊，开心姐的666，谢我开心姐，啊，感谢支持啊，谢谢，铁铁们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老铁们，咱们有666，咱帮客人来一个，好朋友们，感谢美好姐，咱们有666的铁子们帮客人来一个，家人们，啊，大伙一起支持一下。感谢我家川儿，哦，谢谢我家川儿，欢迎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还有没有家人们？欢迎我家敏敏，欢迎我小敏，听着有动静，
我操你妈！感谢我四姐，欢迎一笑哥。有动静，有动静。我说，上面古董一声。啊！感谢我四姐的666，谢我四姐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网课的守护榜家人们，欢迎我家白鹿，感谢我网友少，谢我网友少大哥。不到三万了，弟兄们。啊，不到三万了，我感觉我应该我离开了，他就应该出现了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让第六天给我干了啊！感谢我家敏敏送来银河之恋，谢我家小敏。日榜第六天给我干了，感谢我家小敏啊，送来银河之恋。别怕兄弟们，刚才出现个头发，给哪儿呢？给哪儿出来个头发？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就开始，感谢我家小敏。谢谢我家敏敏的666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直播间需要大家照顾一下了。我把手机放着，我出去。好、哦，铁铁们，咱们大家照顾一下兄弟们啊，谢谢啊、哦。感谢我家敏敏啊，小敏。谢我家小敏的666，欢迎这边所有朋友们，帮兄弟拿个榜三，老弟们。啊、哦，帮兄弟拿榜三。感谢我家小敏的威武霸气，谢我家小敏的威武霸气啊！感谢我家小敏。我操你妈！乌漆糟糟的，兄弟们！这回我把手机放这儿，老弟们。欢迎这位收到的朋友们，谁？别怕，感谢我四姐，铁人们，我出去了，啊，老铁们，我出去了啊。发生啥都别怕，感谢我家小敏送来的666。发生啥，好朋友们都别怕，因为你们所看到的全是幻觉。如果再害怕的话，老铁们，你们就当看那微电影。老铁们啊，无论发生啥都别怕，兄弟们啊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们就当看微电影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感谢莫寿辰，感谢我家敏敏啊。兄弟们，我把手机放着，我出去喝个年回来吗？我不回来能行吗？我手机不要了。我出去一下，感谢我风嫂啊、哦！谢我风嫂。听着，谁？有动静，听着没，老铁们？听着动静没？哥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、哦！2200人啊、哦！2200人，老铁们，我把手机放上，我出去了。家人，帮客围龙压工兵。哎。把手机调到最亮，好朋友们，好，把手机调到最亮，家人们啊，看见了不？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看见了吗，好朋友们？可以，铁铁问我出去了，好朋友们，帮客的围龙下公屏。抱拳了，支架啊，支架，兄弟们，抱拳了，铁铁们，我出去了啊。
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完了，操你妈，白录了，白录了，老铁们，我操！我操你妈的！我重录老铁们，还得窗口这样看着了，兄弟们。哎呦我操！白鸡巴录了。谁他妈跟我连麦的呀，兄弟们？啊？录完了，兄弟们。我操，刚才那白鸡巴录了，兄弟们掉了。你看看啊，老铁们，还得窗口这样看着了，兄弟们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！白鸡巴录了，刚才那屋白录了，兄弟们。谁他妈跟我连麦呢，兄弟们？录，白录了，操你妈！我找一找，兄弟们啊！不可能有流浪汉呢，兄弟们，这地方，这地方住多冷啊，是不是，铁铁们？这地方住人多冷啊，兄弟们呐，冻死都得。哎呦我操！不可能，兄弟们啊，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，是不是？咱们找一找了，你们啊，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，兄弟们啊。啊，有个孩子啊，有个男的，我操，多少个呀？姐他们那得多少个呀，兄弟们？是不是？那他妈今天可看着老了！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我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操你妈！什么玩意儿了？啊？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操！下边这鸡巴吓人了，好朋友们，下边这鸡巴吓人了！啊！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你妈！老铁们是这个吗，兄弟们？啊？老铁们是这个不？我操！就是这个！我操你妈！可惜啊，欢迎收听《说说铁铁》嘛，日榜第八了，这给我干了！啊！日榜第八给我干了，兄弟们，太鸡巴猛了！他妈的！又给我干了，家人们！感谢我风嫂，谢我风嫂，哥哥姐姐们，咱直播间人人多，老铁们，咱帮兄弟露一波，老铁们，没下多少票，老铁们，啊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啊！我操！欢迎小白！没事，别怕，家人们啊，就是幻觉。啊，身份证，是身份证里面那人出来了吗？这里面有草啊！感谢王帅。谢谢王帅啊！哥姐们啊，他们这帮人全自己刷，但贺了肯定一分钱没刷。老铁们啊，全这么些老铁大哥支持的，有身份证是吧？哥哥姐姐们喜欢你贺的老铁们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脸上，
咱帮贺的抢七分钟榜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喜欢老贺的你就支持一下，家人们，白来的啊，官方会有奖励。感谢我小白，拿着榜的官方会有奖励，家人们，感谢蚂蚁哥啊，谢谢。一分钱也是爱，老铁们，感谢王小草大哥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喜欢你老贺的咱支持一下，好朋友们，有大哥咱上零大哥，兄弟们。认为你老贺够拼的，老铁们啊，咱支持一下。这么多帖子啊，感谢我安毛姐，谢我安毛姐666，日榜还第八没上去。前面有个人躺着呢，给哪呢？给哪躺着呢？希望家人们能帮贺拿个榜啊！老铁没差多少了，差万八千票，兄弟们，帮老贺拿个榜，老铁们在前面躺着呢，是吗？床上，没事啊、哦，不管在哪儿，老铁们，咱们都得过去干。2160多人帖子。啊，我也没看见给哪躺了呢，啊，但是有很多有那个阴阳眼的啊，直播间兄弟姐妹们，你们有多少有那个阴阳眼的兄弟们能看见东西的？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啊，但是肯定有好多好朋友能看见了。哦、啊，有那个阴阳眼的扣个一，感谢山楂，谢山楂啊，我可以看见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？我咋没看见？我也没看见。2000多人帖子们，偶尔能看见是不？看见这玩意儿不好，兄弟们，我啥也没看见。但是有老铁说有个东西在那躺着，欢迎我神主哥啊、哦！大哥大姐们，还有没有支持一下的兄弟们啊？还差10000票撵上的啊！他们肯定还得上。感谢我神主哥的666，谢我小熊。没事，家人，没有也没事啊、哦，铁子们。没有，我今天拿不了榜三也没事儿，哥哥姐姐们啊、哦，因为大家都尽力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感谢大家啊、哦。哪地方呢？有人躺着。感谢我风嫂，谢谢我风嫂。还差个万八千票啊！贾模特啊，他说的是那贾模特是不？感谢我从头再来大哥啊，送来的爱心水晶，感谢大哥支持。还有4分钟，家人们，能不能抢到这个榜，全靠大家了，兄弟们。日榜第九了啊！日榜第九了，兄弟们。还有2130人。感谢王帅啊，谢我帅哥，有人期待我都不怕输，老铁们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干过他们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有人期待我就不怕输，铁子们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感谢啊。谢我小熊，我淡淡茶香，我姐在这来的呢。欢迎我姐姐啊、哦！欢迎这位收藏朋友们。但是这里面东西真的非常多，老铁们，因为啥呢？它毕竟是一个养老院，死的人也非常多。啊、哦，右手门小心，没事儿，这面呗。没事。欢迎这位收藏朋友们啊、哦！操他妈的！忒鸡巴狠了，这地方！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启明啊！老铁们，666帮着走一波！老铁们，有小礼物的666帮着走一波！家人们，帮兄弟往上追一追，好朋友们！欢迎笑哥，欢迎严哥，感谢王帅，后面别怕啊，啥也没有，别吓我啊！吓我！够鸡巴像了，
不出来个大哥肯定是不好死了，铁子们。啊，不出来个大哥来个穿越时空肯定是不好死了。啊，这么地吧，欢迎这位是大宝宝啊。操你妈的！出来！铁子们，啊，咱们再得扣个一，家人们，我看直播间有多少人，铁子们，啊，咱们再得扣个一，兄弟们，啊，没毛病，我就希望我直播间有人气就够用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上半夜上不去了，下半夜有票船帮客的占榜，白鹿妹妹还在呢，这地方应该有咒术法，看着没，兄弟们？啊，铁子们在都行啊，兄弟们！操你妈！感谢烟花易冷，谢谢我烟花易冷大哥的支持，感谢啊！12点了，有能力老铁们，咱帮客的占个榜，家人们啊，帮兄弟占个榜，老铁们，多钱都行，兄弟们。支持一下，我操！感谢我风骚，我操，挺结实的这个。欢迎我战神客，欢迎直播间所有宝宝们，挺结实的。感谢我阿芝姐，感谢我樱桃妹妹，挺结实的。感谢我茶香姐，谢谢我的好姐姐啊。感谢我的好姐姐，挺结实啊！操你妈！我看这里面还有烟没？我看里面还有烟没，兄弟们？什么玩意儿呢？欢迎这位主导朋友们！操，加班乐，没有烟了。欢迎你们啊！没点关注的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啊，走，听着，听着没？谁？谁？我操！感谢我烟花一冷大哥送来棒棒糖，别靠边啊，没事儿。谢我烟花一，我操，这没着透啊！啊，这还有很多彩虹没着透呢。没事，家人们啊。我看他害怕我不？感谢粉丝。出来，来，出来！操你妈！谁？我操你妈！我。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家人们，我操你妈！救命！救我！操你妈！救我！哎呦！操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操你！操你妈！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跑哪去了？啊，跑哪去了？谁走过来的？是啊，我操！掐我兄弟们啊，掐我！我揍他了，没好死啊！听着，听着，家人们，
我操你妈！叫你妈的！我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老铁们，啊，老铁们，有多少人看到他的脸是血带血的，兄弟们？啊，家人们，有多少人看到他脸是带血的，兄弟们？啊，我操，给我凸起来了，兄弟们！看着的扣我一来头，家人们，啊，有多少人看着了，兄弟们，脸是带血的，兄弟们，看着的扣我一，兄弟们，我操，啊，爹子，有看着有没看着的，兄弟们，我操，这回，我操，啊，没事，家人们，啊，没事，啊，啊，有发现没有啊？没有发现，老铁们啊，这回看看怎么拽我的，兄弟们啊，这回看看他怎么拽我的，老铁们，这不听劝没事啊，没事，操你妈的，哎，给我拎起来了，兄弟们！啊，给我拎起来了！感谢汗毛姐，给我拎起来了，家人们，有手势吗？正常。啊，因为他被附体了，兄弟们啊，因为他被附体了，兄弟们，有手很正常，但是他妈抓不住他啊，老铁们，但是抓不住他啊，兄弟们，你真虎啊，姐啊，他是不是被附体了，姐？我姐明白啊。操他妈的，被附体了啊，被附体了，兄弟们啊，这地方他妈的真狠哦，好几年没来了，这地方，哎呦我操，被附体了他啊，他身体凉不凉？我也没伸进去摸呀，铁我也没伸进去摸呀，啊，操你妈的，咱俩比划一下来。欢迎我细神大哥，我找个家伙事跟他比划一下子啊，兄弟们，我不管那几把个啊，我比划一下子，操你妈的，操你妈，眨你眼睛来，来，你出来来，你看我眨你眼睛不？啊！你看我扎不扎你眼睛就完事儿了啊！2200人了，欢迎大哥大姐们啊！欢迎红霞夏侯姐，哥姐们在一团到西帮哥的加一个，老铁们，帮兄弟加个在一团，老铁们。啊！扎他眼睛，主要是扎他眼睛，看着没？这上面带刺儿啊！主要是扎他眼睛，操你妈，照他眼睛扎！你看我扎不扎他，铁子们，你看我扎不扎他就完事了啊，呵呵不狠，老铁们啊，感谢小宝，谢谢宝弟啊，他支持，老铁们说不了话的升到3级就可以说话了啊，家人们，操你妈的，来拿木棍，没找着啊哥啊，没找着哥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事了啊，不是，我不是打他啊，
我主要是拿这个东西扎他眼睛，兄弟们，他出来扎他眼睛，他看不着了，是不是老铁们？咱就随便了啊！我裤衩子不给他扒下来，兄弟们。啊！操你妈的，让你给我装逼！啊！这下有问题是不？别怕他，不知道是啥鸡巴了，应该是被附体了啊！啊！应该是被附体了。嗯，操！我操你妈！操！操你妈！我这玩意儿好像真不行，老铁们啊，这玩意儿好像真不行啊，家人们！哟操，好像是真不行，这玩意儿没扎着，扎着他不得叫唤吗？老铁们，是不是？我操你妈！出来，出来！啊，啥玩意儿轮丢的？是啊，你拿那东西笑死我了，姐啊，没有别的玩意儿了。啊，没有别的玩意儿了，我拿这个吧。啊，拿这个，拿这个。你妈的，出来个轮你，听到没？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操你妈！这行吗？这沉了，这个老铁们，这沉了。我咋轻松点儿的？我操！这行，啊这行，这不得咋了？好，这行。有闷响是吧？必须打他。好、啊，没事风。哎呀，感谢我大小姐啊，谢谢我姐的蘑菇云，感谢我姐的支持。会伤到自己，没事哥，没事家人们，哥哥姐姐们，没事。行了，有动静。没事没事，家人们。操你妈的，转。没事，老铁们。没事，家人们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了。哎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小心点，没事儿。哥，你笑死我了！姐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朋友们，谁呀？我！我的妈呀！我操你妈呀！我操！我操你！我去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的！我操你妈！哎呦，我看着脸没，兄弟们？刚才我薅他头的时候，你看着脸没，家人们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看着脸没，兄弟们？不，全是幻觉！啊哈喽，欢迎绿酒车啊！全是幻觉，老铁们！不，哎呦我操！东西呢？要撇了，铁子，六哥咋了？六哥，这么多人，必须的，咋的了哥？我操，挺狠呐！欢迎我天道哥啊，挺狠呐，兄弟们，看不清啊，黄皮肤，中国人是吗？我操！啊，又挨冻又挨打的，辛苦了，没事，哥哥们。下半夜了，帮老弟占个榜啊！我吃了他，感谢我阳光一冷，感谢我魔圣神，铁铁们，帮老弟占个榜，家人们，哥哥姐姐们，帮老弟占个榜，家人们，下半夜了，帮兄弟抢个榜，我吃了他，一会儿我张嘴把他吃了，兄弟们，对面有棍子，给哪呢？给哪那有棍子？
直播间大哥大姐们，帮兄弟葬个绑架人们。等会儿，感谢我樱桃妹妹，谢谢我樱桃。啊，生人死是魂是不？感谢我幺三七，谢谢我姐的支持。对面牌的是棍子，那玩意儿拿不了，老鸡巴沉了。啊，感谢我01097大哥啊，谢谢啊，你把窗户晃了，那玩意儿不得扎我手啊，那玩意儿不得扎我手啊，家人们，医疗活刚刚开始，铁铁们帮兄弟上个榜，老铁们啊，咱先不管他，咱往那边走，我看他能不能跟着我，那边还有一趟房子啊，咱给他干了啊。铁子们，曾经我去那趟房子的时候，我上不来气儿，因为里面特别多的沼气啊，兄弟们，感谢我红星啊。谢谢我姐啊，红星姐，感谢我姐的支持，日榜第17了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吸你阳气是不？感谢我阿芝姐，不能跟他对着干，姐啊，开心就行啊，他吸就吸点呗，我阳气多，回家我再吸别人呗，走，是不是？说老铁们开心了，我看着都哈哈了，开心了，挺好，啊，挺好，欢迎我洗洗睡我哥啊。挺好，我瞅挺开心就挺好了，那吸都吸点吧，我那玩意儿挺多，不行白天我吸点阳光啊，不行白天我吸点阳光，操，这地方瘆人不，老铁们，太鸡巴瘆得慌了啊！他不是应该吸烟气吗？他是吸啥气？我不管了。哎呦我操，锅呀、啊！欢迎我锅，别扯了，你注意安全，好。老铁们下半夜一个特效没收着，铁子们奥利给下班了，欢迎我铁子啊、哦！下半夜一个特效没收着，家人们有没有大哥大姐能来两个的家人们，气氛不能倒啊、哦，气质不能倒，欢迎我桃子，我操，你们说就是咱俩哥，锅炉房老铁们，我告诉你兄弟们，这套房说上咋回事呢？老铁们，这面更狠，真的家人们，这面更狠，欢迎这位叔大伯们。铁棍，我带啥铁棍儿啊？那玩意儿违法的。这咋骨灰盒呢？啊！哎呦我操你妈呀！我操你妈！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操！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操！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扑棱一下子。哎呦我操！感谢我锅啊，谢我锅。铁人不可能是鸟，鸟不可能有这么大动静，飞过去了。我操啊！走，咱们进去啊！吓死我了！头一个特效铁子下半夜啊、哦、感谢我铁的支持啊、哦、欢迎我家榴莲姐，头一个特效，还有没有家人们来一个的家人们啊，得帮客来一个，杀我，这面更鸡巴瘆人呐，欢迎老许大哥，许哥感谢关注啊、哦，这边下一幕了，对吗？注意，好。我操，得鸡巴阴森了。欢迎各位收看，朋友们，
哎呀，别阴森了这面。就干妈干他妈俩小时了呗，铁子，给我他妈累坏了，铁子。啊，老牛郭先生啊，我的好哥们儿，兄弟们，给点点关注啥的啊，老狠了，注意别再。谁呀？我以为你刚下车呢，我操！我早都下车了，铁子。啊，感谢我哥的关注，双龙再来我大哥的关注啊，谢谢。谁？谁？别吓我！欢迎我孤独阿姨啊，好久不见。我操，奔过来了。老娘跟过来了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铁子们，你们别说话呀！铁子们，你们得说话呀，兄弟们！妈呀，不说话不行，害怕了，兄弟们！卡了吗？卡了吗，家人们？我说，跟过来了，干就完了。跟过来了，啊！跟过来了，欢迎准备出道的朋友们，小心点儿，没事哥，日榜第十六了，家人们，猜测不知道我穿着装老鞋。还有那个穿的死人的衣服，挺他妈吓人的这地方。直播看的太入迷了，欢迎老许哥啊、哦！哥哥姐姐们，还有没有帮贺哲上个榜的？三哥，拿砖头拍的，好嘞哥。哦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有没有送两个漂亮礼物的家人们？帮兄弟上个榜，家人们。喜欢樱桃妹妹，喜欢樱桃妹妹。我操，越感觉越不是好事啊！朋友们，是不是不是好事啊？家人们，谢谢我游山鸡大哥，感谢支持啊！上个榜，家人们，给我点动力，给我点动力，家人们，上个榜。刷点小礼物，家人。啊！是啊，连狗都不叫了，连狗都不叫了。欢迎金毛大哥啊！我操！别过来啊！啊！别过来！啊！
别过来，听着没？不凑合，做老衣服啊，做老衣服，把他收了，不会收啊，哥啊，不知道不知道，叶璇妹妹啊，跟过来的啊，跟过来的家人们，工作之后怎么搞？我操，那咋整啊，哥？多钱呢？啊？穿的吓死人了是吧？不知道穿的是啥，头回遇到这样事的。啊，头回遇到。啊，铁铁们还有没有支持一下兄弟们？2150多人铁了，300呀？那咋整？你找官方呗。你把账号发过来。啊，让管理给你查一下。你把账号发过来。感谢叶璇妹妹啊，谢谢叶璇兄弟。